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日的文章分享。本期的内容引用观音山中华大悲法藏佛教会观音六字大明咒及转经轮之功德利益一书，如欲免费索取善书或是注意善书，请洽询观音山中华大悲法藏佛教会，电话04-2205-3818。更多的佛法开示及文章分享，可以扫描影片上的 QR Code， 让我们一起将好文章传递出去，带给社会良善及正向的力量。摩尼全集云，解脱经轮安置在高处，封锁飘处众生皆可解脱。若以火力转动经轮者，烟雾所飘处，众生皆可解脱。若于河流、池沼、溪涧等处，以水力转动经轮者，鱼、虾、蟹类悉可往生极乐世界，仅以手触，将来亦可成就。若人命终时，以经轮于其头顶转动，即或不为念诵度亡经等，亦可解脱无疑。观音轮序中记载，大菩萨之瑜伽室，欲以方便利众生，五种珍宝转经函，恒时不断旋转者，彼之业障速清净，驱入善趣解脱梯。观音除万灯序云，发心补特迦罗者，作多观音心咒轮，若依次带来旋转，速成所欲诸事业，尤其连续不间断，手转经轮必成就。水灯广序中记载，若于六度波罗蜜，一切真内勤修持，不及经轮转一周。四部密乘三藏教，一劫之内常闻思，不及经轮转一周。转动经轮之功德，一切病难悉退散，邪宗咒诅皆平息，灭除厉鬼魔君众，十方护法四天王于诸方所常护卫，无量功德不可说。究竟经轮之功德，十恶业及五无间三途恶业可消除，随意往生诸佛刹极乐世界刹土中，圣尿莲花之蕊中，随即莲花中化生十方所有诸佛身，事业圆满遍十方。佛在经轮利益具十万功德中说，阿难勿忧恼，我于未来时转作文字形，而利益汝等。于后五百岁，我著文字体，应作是尊享，于彼生恭敬。灭除轮回四根本序中记载，大宝经轮转动时，凡见闻细念触道的众生，都能圆满资粮，清净业障，正得菩提，